哎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玩的是凯旋，现在是刚刚一个 push 键击了，然后按下去第一个数字是7，然后变成尬的连线冻结演出，冻结演出之后，现在打在冻结里面的前100转里面抓到这一个 special god skin，目前库存有5个，看看这一次还可以加多少库存。哎，画面比较不一样。闪灯，玉子滑落。有了吧，吓死我了，想说一只都不给吗？有了，两只了。哎，喂，目前库存有7只。这个 Special God Again 的画面我没看过，第一次看到。没机会了吗？最后一转。哦，还不错。至少有给，看看目前7只，看看今天可以打几只。现在第一只 set 消化完，然后共获得2个库存，没有加那个7，所以是3个库存，所以我目前总共有8关确定。现在是第二只，目前一个太阳的那个太阳神跑出来，中段黄漆，竟然只给我中段黄漆，然后这样就没动作了。突然唱歌。那我现在库存原本就还有6个，现在唱这个歌等于没有用。让各位听一下歌。哎，黄七4连哦。哦，库存再加1只。
再来一个。作弊，不要断掉就好。现在目前不到第九关确定，现在第二 set 结束，进入第三 set， 目前有总共九个 set。V， 这时候的 V 就好像没有增加，单纯只是继续而已。如果是在没有库存状态下的话，那一个是 V 的话，那就后面还有两个 set。现在一个 push 键，呛死。没有用的呛死，马上再接一次 push 键，转换场景模式看起来是还不错，看能不能再抽到库存。现在第三 set 结束，那这一个 set 里面没有获得任何的库存，现在准备消化完到第四的 set。换完这个都不会有招。没有同样的那个演出。要同样演出才有用，没有同样演出都没有用。现在黄七四连，有了，又再加一 set， 黄七加二，再来，哇。现在九加二，目前总共可以过到第十一关。哦，又来了太阳神战车，又是中段红七，然后又没动作。第四 set 结束，在这个 set 总共有获得两个库存，现在第五支 set， 哦，现在又有机会黄七五连，有没有？哎，可惜了。来了第五 set 的 push 键，啊，又是画面，可惜可惜。现在第五 set 消化完，这一个 set 没有获得库存，总觉得在海神殿的背景下反而更难获得库存。现在来到第六 set， 现在第六 set 结束，这一个 set 就很安静的这样消化完。目前枚数1779枚，然后现在第七关，后面还有四关。
各位观众，他又唱歌了。那唱这首歌的意思，通常是库存还有五只以上。那我刚刚原本的库存是确定是十一只，那现在唱歌的话，代表我应该十二只确定。那我们继续再玩下去看看。哦，黄七五连确定，库存加一。G 十大前兆演出，剩下的六转，看来没有抽到 G 十大的机会。目前第七 set 要结束。那库存确定的后面还有五只，七关，现在获得枚数2038。他这个存真将近接近三。64V 哦，上面变灯了。现在第八 set， 不许不要呛死都好。哎呀，还说不要呛死都好，结果来了呛死。再来一次。哦，又是来到海神殿，没有用的海神殿，目前在海神殿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库存，也没有比较强的前兆演出，完全没有期待度的海神殿。哦，现在第八 set。然后又再次黄七五连确定，剩下两转还有没有机会？但就没了。太阳神战车没用，没东西。现在八 set 结束，2402枚。平均等于是纯真三，哎，那我刚刚又获得一个库存，等于我现在13关确定。这个 VVV 其实没有用，太早出来了。如果在我没库存出来的时候是最好的。好，现在来到第九支，目前剩下两转，这一转有带闪电，这闪电演出是第三次，看有没有第四次的闪电。啊，可惜没有。现在来到第十支，那目前上面的灯号是绿色。根据之前台友留言分享，这个灯号有白蓝绿红，然后还有一个更上面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更上面是什么颜色。那分别是以五为单位，哎。没有，也不是说五，就是白色是基本的，蓝色的话是会有十只以内。那现在是绿色灯号，
绿色灯号的话的代表意思是至少会有20只以内，就是10到20只。那目前确定的库存有到第13只，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这个灯号，看看有没有红色的灯号，期待看看。毕竟这一只是冻结开出来的，又有抽到一个 G Star， 期待度应该算蛮高的。这台目前最高纪录都还没有达到万枚过，上次达到第18关而已，对吧？今天目前确定13关，那这样还差5关才有达到上次的纪录。希望今天可以突破纪录看看。现在第10 set 结束，也是没有获得库存，10 set 获得3000枚。目前纯真的状态都还不错，都有维持在3。现在第11 set， 后面还剩2只。现在第11 set 结束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，单纯就只是在消化而已，准备迈入第12 set。